有水吗？你还在那边开水？对，先用甘蔗汤，甘蔗会很烫。来来来，好像还是有一点烫。帮我拍一张吧，给拍照。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帮我拍一张。要怎样？要怎样？要怎样？随便你啊。随便啊。但是其实我的右手好痛，我右手这只手的那块不太痛。怎样？好，预备，三二一。是我的鞋子吗？没有，是。要鞋子。预备。哦，那我看不到我的。都有啦，是踩进雪里的关系。行不行啊？预备，赶快收起来。啊，没有了。好了。两个人一起啊，快点。鞋子粘，再来。预备，三二一，你没有脚哦。预备，三二一 ，Angie 没有脚哦。
你袂使，都被埋到雪里了。哎呀，我也露出来哎。只有你有露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滑下去。下
上缆车了，那我今天大概就会一直滑上面到中间这段红线这样。
上部切到白华，然后再找看法放过去。
上的雪跟山下一样大，超级大。1:30
到这里竟然有被太阳晒热的感觉，难得的太阳啊！
累累的。一下，又是烧木材的味道。
下山喽！
一緒。
所以
其实刚才不错。
点，尿个尿。直滑下来还冲不到，现在在山顶餐厅，我去尿个尿啊，接下来我就也一样再一次滑下山。